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。今天的百科全书会带我们了解什么小动物呢？动物百科，你想和哪些小动物一起玩呢？农场动物。我们今天去养一只小鸡，怎么样？哇，这有四个小鸡。小鸡的肚子有一点点饿了，快喂给它们一些吃的吧。看看它们都吃什么呢？有玉米、西兰花。还有稻子、小白菜、胡萝卜，它们也可以吃。它们吃得好开心呀！这是要做什么呢？难道是要下蛋吗？那我们快帮助它，让它心情愉快。哇，真的下了一个鸡蛋。我们一共养了四个小鸡，给它扇扇风吧。每个小鸡可以下一个蛋。第三只小鸡来了，我们一起听一听好听的音乐怎么样？就剩最后一只小鸡啦，这次我们来听一点轻音乐。这次我们来听一点轻音乐。我们一共获得了四个鸡蛋，把鸡蛋装到盒子里面，一定要注意好好的摆放好，鸡蛋很容易破碎哦。在上面盖上一个盖子，用胶带固定一下，贴上我们制作的标签。有人来买鸡蛋了，小兔子，鸡蛋卖给你，获得了三个金币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先到这了。大家如果想要跟向日葵玩更多有趣的小游戏，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 FM78 可乐姐姐。最后别忘了点赞还有订阅哦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吧。